我们现在还是在台风博物馆，然后台风博物馆这边也有一个算海岸线嘛，这个。对。然后在这里都是这种软石滩，大家可以在这里捡捡石头玩玩。浪好大，这里的颜色，这里的石头颜色是五彩的，有好多红色的石头。对。哇，我扔了。嗯。这块要给你留着吗？啊！来扔。一、二、三，啊！这两个不要了。好了，我们台风博物馆就捡石头了。你看，阿娇已经放飞了。啊！哇，这里好深的一个。嗯。这块一般。嗯。一般的走，好多好多好多颜色的石头，你看这个绿色的，嗯，是吧？嗯，哦，这里捡石头比较好。对。好，大家来台风博物馆就是捡石头啊。嗯。啊！走吧，我们去挑我们的石头吧。走。已经这么多了，还有更多。阿娇已经挑了一堆了。嗯，这儿这块好像也是，这块也是。哦。你看，这个上面还有个字呢。哦。约。约。石头约。这块还蛮帅。嗯，放着吧。然后那边还有，那边咱们得去搬。阿娇去搬来。搬运工，那我包放着。好。你看还有这种渐变色的呢。这个泡水一泡水就红了呀。对啊，好可爱，但是。搬得下吗？有点难哦，一次能搬多少搬多少吧。啊，我们两个太贪心了。我觉得可以挑一下。我们这不是来挑了吗？这块很帅，这块，嗯，这块也蛮搞笑的，你看，嗯，很绿，水一泡很绿。对，要了它，啥都要。哎，提起来。台风博物馆太好玩了。可以捡石头，看我们满满一筐，好沉的，因为有两块超大的石头，耶！捡一堆岱山的石头，你看这边的石头都是红色，特别漂亮，各种颜色都有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。哦，满载而归。耶，走。